1911年，正度九级的日本东北大地震带来巨大破坏。即使经过10年，灾难场景还是历历在目。二次仓的村落其实可以简单的来说，就像灭村一样。最触动的其实就是日本民众对我们的感谢。他们看到我们都会给我们一些掌声，给我们一些鼓励，甚至有些会给我们一个九十度的一个鞠躬。华山文创园区展出三一一十周年东北友情特展，规划6大主题展区，呈现灾后10年日本东北的复苏面貌。现场还有福岛传统工艺品不倒翁小法师，号召数百人彩绘的不倒翁，象征灾民不被击倒的精神。许多知名漫画家以留言板方式，表达对台湾伸出援手的感谢。 世界上可能找不到另外2个国家像台湾跟日本一样有这么特别的感情。台湾跟日本像东南西北四面都是海边的，我们可能会遇到各种大自然的灾难，但希望我相信我们一直互相帮忙。工作，看不起你，爱马上。 感谢台湾一路相挺，特展不仅记录重拾生活的足迹，也展现深刻的台日友情。阿里嘎多！大爱新闻张泰林、叶怡玲台北报道。